你看一窝，一窝自己又在输出三个，哎，又过来一个，扣一个，整个球队的灵魂，整个球队的和谐。对，哎，想看这个上一窝偷情，不错，上去打人。比赛刚刚进行到上半场的九分半钟，荷兰前卫就打住了，这个才是中场的第一粒进球。嗯，第一次代表荷兰前卫出战的应该是伊沃吧？我看到他这个晃动啊，就像一个火箭。伊沃在手上拿球，能不能三比一？戈麦斯也上场了，上了禁区里边了，乔治戈麦斯毕竟好搞定，全在里面打了，漂亮漂亮，又是救了好人。刚才我说海鸥没人放的，他很贼，太贼了，还是最后我靠，他发球时候他在一窝助跑打，漂亮接到，漂亮一窝，漂亮从一窝，从一窝，这个这样的话让伊沃实在太累了，就说就看起来打门进了，漂亮，毕竟了，毕竟了，挺好，江湖不过，我的天哪，我正在看微博，我很没有想到这个球要进，王毕的偷球优势终于发挥出来了，一米九多的大个终于攀上了，你都的人一球都，哎呦好球，救啊，韩大姨丢门传起来了，跑啊，空位到了。说百分之七十的功劳要给到萨哈兰，这个萨哈兰单枪匹马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在中后场带球连续过了五六个人之后，好球，好的一窝，你看整个没有人的一窝没法转，只能自己单打独斗，哎好的，这个做得不错，打得漂亮，一红波进球了，一红波是直接传了往哪里的挡，哎，他还不清楚呢，他是去找队友一块庆祝了，看他找谁了啊，看他这是坚持不下去了，再看这个左脚有来了，中间打门漂亮了，漂亮了，舰队抢到了一个开局，哇哇哇哇，八号雷永志，不不不，小姨吧，八号是这么激动，不是小姨夫呀，都让博凯他是要烧加油圈吗，啊，上次那场比赛是打回家，主播们啊，磊哥降服各处大打门进了，漂亮，毕竟应该是毕竟毕竟了，在二边的一个枪点一边落过去之后，毕竟了再次扮演了一个骑兵的角色，我整个腿破，哎，看第一队这次老掉不高的现场的搬家了，哦，打门漂亮，这是啊，哦，又是韩文，看见没，韩文只要给他机会他就能破门，好像韩文老婆有孩子了，啊，不这不这是他习惯性的，这是他最近习惯性的球动作，面对单挑，面对主策的非不是主策，主跑的距离非常远，而且画了个半幅，嗯，小脚不碎，打门漂亮，一窝，打的是一个张一诺的反手，而且这个球的虽然主跑的这个节奏非常慢，但是他脚头非常硬，当一样的出去了，是像一个出弹的炮弹一样。我们的两个外援，杨国进了，今天我没抽筋，哎对，好，就是，再次给到杨国坐回去。这会儿是摆过，摆过去了。中间某人，中间某人，有人了，打人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是是是，没地上，喂，哇，我拉人了，全部弹簧，耶，哎呀，漂亮，没地上，终于黄牌算什么？对，黄牌算什么？好球，简直反击那么硬，关键是某人就三人呀，而且跑不动。好球，哦，看看这个球怎么打，打门一窝，一窝，一窝，李志超的助攻一起合成两个人肩膀一样太帅了，突破不一个金加上自己这这样到回战好像很烦，哎，啊，趁着皮亚的几个队员全部在助，看看一窝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再次刷新他的进球记录。一窝也准备要找一个进攻，左脚准备启动助跑打门，漂亮，二比一，打了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思想一窝，一让这个助加鞭长莫及。
倒地动作比较慢，打球往前飞，好球，看看能不能追上，追上没问题。哈维尔拿着球，一定要去找他的接球线路，对，给他更多的一些指示。这时候哈维尔要进里面了，嗨，哎呦，哎呦，进球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好球啊！这个还有16分钟，漂亮球。漂亮的一个左脚的侧凌空，直接是，被传了这个孙维杰的这个应该是胯下了。先看看这个人又怎么说，以我左脚，直接打门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这个三分空完全是以我自己的个人表演时间，个人表演，以我的外地太帅了，以我在这一刻不是横踢肾，是天梯的肾，天梯的照样成肾。制造天梯这个球，哇你看让对方造了红帽，你看啊，哇太帅了，直接挂四脚，挂四脚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措施来阻挡以沃的这个进球。行，现在啊，所以这个节外球门也冲了河南杰，你看以沃自己又在冲过三个，来又过一个，扣一个，看看能不能钻一出来，硬球中射。麦迪杨的小门被左线横多，好像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突破了三米的人横穿之后，在禁区内一边混战，好像还是哈维尔吧，是哈维尔还是伊沃，伊沃来发，往里面飘，大